啊，咱台北县三甲镇所有的乡亲，啊，咱教育部全体学士的署长，啊，干署长，还有咱台北县前省议员、游省议员，咱功德会所有的工作者，啊，咱易经大学的所有的同修。今日呢，啊，咱接好一年伫三甲的所在，来举行着一场易经风水面面观的工作。啊，在三甲这所在呢，是有够出名。啊，三甲呢，好啦，啊，讲长江三峡，三甲呢。是讲我对这历史嘛无真了解，但是我可能捌一个清水祖师，清水祖师，伊的慈悲，伊的伟大，吼、哦，确实，哈，咱大家大细汉拢会知影。清水祖师咧，伊的神通力，伊会当将东海的水啊，讲一照伊神通力咧，啊。一就天顶，啊鱼啊外海，恁就看到鱼，啊恁若唔相信，恁则去东部，台湾的东部清水祖师啊，伊遐有一个本基地，烧鸭柳的所在，小野柳啦，迄、那个所在呢，迄、那个海岸呢，一两年前啊，我去发觉到遐所有的石头的基礎。后日后满后鱼后虾，海底所有只的动物，一片片偌水呢？我那看见清水祖师，伊讲水清鱼就现，啊那水那无呢？鱼就啥？巧灵巧灵灵呐！啊，所以在东部这个台东烧鸭柳的所在呢，迄、那个风景区啊。迄一片石咧，规片咧，拢是鱼啦、虾啦，迄足大尾的鱼、大尾的虾、大尾的鳗，迄、那个基石。在两个月前啊，我甲咱中华民国诶，交通部部长林灵山先生咧，去台东的时候，我带伊去看。啊，林部长咧。伊讲哇，我观光局是我管的，啊，结果我唔知影有这个所在观光价值这么好的观光价值的所在啦，吼、哦，感觉真正震撼大宇宙天地的奥妙，啊，所以林部长呢，伊才速速哈交代观光局，把迄个所在甲保护起来，啊，以后的人若观光去咧，去遐看你会用看，袂用入去打。因为你若入去打，会甲鱼摸咧走，会甲鱼吓着惊。好、哦，咱迄个所在，咱全国的同胞，若有时间者，恁去台东的时去成功迄个烧鸭柳的所在咧，恁要去看着迄一片足水足水的奇迹的石头景观。啊，这里对对来咧。清水祖师啊，一开始讲遐原来伫水底，啊，伊甲一边去水一去的时啊，结果咧鱼拢走出来，啊，水若无鱼嘛现，水清鱼嘛现呐、啊，所以这是咱清水祖师伊的神通力。啊，清水祖师啊，甲去年迄一年呢，我才来咱三甲的清水祖师庙遐来礼敬清水祖师。啊，去到遐看到清水祖师的地理，确实非常非常水的地理。啊，一个一个大地理，头前的水咧，安尼一清咧，安尼就挖入来，然后咧，才转出去。莫怪清水祖师底下咧会遐尼兴，神也兴，人嘛兴。所以我感觉咱三甲的所在，神也兴，咱三甲会出名。嘛是会兴，啊！我去拜清水祖师的时啊，清水祖师伊也真欢喜。伊讲啊，吼、哦，第一，我、哦、感谢你，我讲谢谢，
哈，我伫大中关龙井乡一个清水祖师庙。清水祖师庙咧，迄个当时要起的时啊，吼，一片拢是草籽婆啊，乱七八糟。啊，我有一天啊，去参观去拜拜的时啊，我这个庙诶后壁一点大地里，龙井、龙目井遐一点大地里伫啊。清水祖师咧，伊讲无唔对，这点地里了，等后家你有姻缘，你爱来搞我服务，我要来服务。嘿，你是神，我是人诶。好、哦，那清水祖师啊，伊讲人甲神，神是人所修诶，叫你好好啊修，你嘛会当做神啊。那我要做神呢，还要久嘞啦。所以清水祖师咧，讲叫咱唔通看轻着家己，叫咱爱认真修行的时，有一天伊个高位，咱嘛我多像清水祖师咧，迄、那个高位起来，到尾清水祖师笑哈哈咧。我心若清净，心若无罗者，脑海咱个意志、脑性咧，若无罗者。咱就会当成神，就会当成佛，就会当成道啦。若是咱的思想、咱的想法，咱若落者，哈想歹思者，咱的想法啦，咱若着了啊，要骗人、要伤害人的时啊，咱头壳落，心就落，心就落咧，就是伫水底，吼黑暗的地界。以后出世就会变作鱼，变作虾，变作魔，在水底咧乱乱说，未超脱这人生啊！啊，所以清水祖师咧，啊，伊个开始安尼咧，好啊，感觉嘿，清水祖师可能有捌我的法，啊，有咧小关心。那么在清水祖师啊，伊的神通力确实不得了。在三年前啊，咱的龙井。迄、那个清水祖师庙要破土，迄个时啊，啊，迄天早起啊，我看九点要破土，迄早起七点直直落雨，落足大，落足大，足大，足大，落到八点才四十分的时，我到现场的时啊，我清水祖师啊，拜托你唔好用我水安尼压，安压我根本都无在来看这点地理啊。欸，我甲咱遐一个师兄师姐咧，我甲讲了咧，一下一说无好，才开始清水所就伊讲，你爱向东偏五朝，超五朝甲六朝中间咧，你土甲背开，啊背开内底是啥物件咧？背差不多手半深的时啊，迄下面一粒像两人呐、啊，两人咧红记记的两人呐咧，迄度好多亮黑。哈亮黑嘞，然后个背开嘞，遐一个方向嘞，一支罗根针，拖下一个罗根针。哈，清水祖师嘞，伊讲这就对啊，你甲照这向下钉倒啊，罗根免钉，但是你会使扭罗根这个向怎么向？结果嘞，加扭嘞，好多水里蹲，啊，水里蹲者，蹲积开发，爱囤积着无限无量的功德，一定都我都成就各位甲清水祖师共款的各位。哦，我讲哎呀，今日清水祖师来教一课，啊，所以啊，迄个未出以后呢，啊，就我看起啊，经过半年后呢，啊，清水祖师啊，甲遐地方的地方委员，甲因讲。这个所在咧，较原来所在，要起咧，所在上矮，啊，爱甲刷过来，才十五尺的所在，十五尺的所在，迄无共位啊咯。原来迄伫迄一只，结果刷了十五尺，迄一只怎么办？我祖师啊，慈悲慈悲啊，你点你的神通力，用你的吼，迄、那个挪移大法。好、哦，请你把这个黑搬过来。啊，祖师咧，伊是真正出个慈悲哦。伊好啦，啊，你安尼讲啊，我会甲搬过来。哎、欸，我看你要安尼怎搬。好、哦，然后要是讲，打一天的几点到几点，你来早时咧，六点到六点半中间咧，你来这呢，我搬给你看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姨就交代讲，你。啊！你交代遮委员呢，
爱去摕七个两啊银，七个两啊银，用七个两啊银呢，要来炖这个血，要炖这个血过来。做事呢，哈、啊，伊甲安尼讲呢，我甲交代遐委员，遐委员拢老岁啊，七十外岁，或八十外岁啊。伊讲打要叫阮倒去找呢，要倒去找着这个七个两啊银。好，我无你问做事嘛。啊啦，因就开始咧去甲做事拨拨。搬搬搬咧，吼！台中县所有乡镇总搬搬到丰原市的时啊，吼，一年三倍，一年三倍咧，啊，甲应该问个祖师，安尼我甲咧三倍，丰原遐跨要倒去咧，因就阁甲祖师搬倍，祖师咧，啊，阁因三倍，讲阮去自然会找着天群的所在就对啊，是毋是？伊讲是，好，确实一年三倍，天群遐你要停去倒位啊？我像拄只来恁家，车遐么停起来，迄位唔得掉唔掉，好，啊，过来个家才停呢，到底多一只掉，啊，所以啊，做书已经过后做书宝贝呢，打一工去丰原，好、哦，个因三杯，好、哦，真正去丰原啊，四个老岁仔人，拢七十外岁，加起来平均呢七十五岁的老岁仔人啊啦，啊，车坐咧，甲丰原呢，淡甘古甘古徛呢，啊。忝啊！何当时何四个老伙仔人忝呢？何因惊未起？结果停伫店口。那祖师啊，祖师啊，你着自卑了哦！你看嘛，要敢带倒位，你嘛讲，你阁唔讲？啊，我要对遐吹呢。那四个老伙仔人 ，OK， 哎，叶品社，都一间叶品社、叶品店。哦，就入面问讲，啊，头家头家。请问你吼，丰原有倒一地卖两啊银呢？迄个，阮只剩七个啦。吼、哦，这哈剩七个，我倒去找啊七个，其中爱一杯有两哦。嘿啦，我六个吼，当时咧，迄条做民国来遐大帅啊，那袁世凯迄个时阵啊，迄大帅的两啊银嘛。啊，六个拢刻到大帅的像，干那一个咧是两一银，干那一个两，吼、哦，就真欢喜啊，改变回来咯。吼、哦，遐老伙仔对祖师的信心百倍啦，啊，因呐提回来，提回来咧，照迄个日咧，啊，阮就开始啊，照祖师咧，要去合作祖师一家讲，伊要加迄两血炖过来，我讲看你安那炖。做事啦，伊讲哎，你下个十五尺的所在咧，吼、哦，你甲摆在遮，天地盘摆咧，两岸银安怎甲摆咧？好、哦，我炖互你看。啊，咱只甘看涂骹，看咩咧锁啦？看涂骹迄水，迄、那个电器咩咧锁咧？敢那甘甘看？哈、啊，甘要个头硬？啊，天顶啊，迄拄拄我一尾龙的形，拄对迄个古迄个所在，转了弯弯对到这面头前都停咧。哦，这体会着祖师的神通力，祖师的伟大。哦，祖师咧，伊确实咧，咱大家若了解的时啊，咱都较理解。祖师伊嘛佫加讲，众生戆戆。要求财，要求财吼，你无水就无财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无水就无财，爱财就爱有水，那安尼你就是啊，你就财神啊。伊讲我虽然唔是财神啦，我会当保庇大家趁钱。哦，清水，我只哦，水就财，财就水啊，清水做事。啊，咱陈弟兄啊，恁足福气诶，恁是。三甲家清水祖师伫遮，啊，所以清水祖师咧，咱若有心礼敬的时啊，咱做生意人，咱都去啊拜清水祖师，一定会甲咱斗保庇。全省啊，清水祖师庙无真济，哈、啊，无真济咧，这是大家唔知影清水祖师伊的大慈大悲，对众生的事业、众生的财啦。哦，这方面呢，哈、啊，咱无了解，伊另外伊有真正丰富、真正啊，富足的神通力。那我今日呢，我来个
三甲才来呢，哈，足歹势，应该去先去拜清水祖师，但是拄只清水祖师有来是遮，咱大家伫礼敬王禅师在做的是清水祖师坐只笑眯眯，哈、啊、笑哈哈坐伫后面，哈、啊，恁看祖师要伫遐无？恁若看着恁就发财，啊，恁若无看呢？恁就紧来去清水祖师庙咧，三甲清水祖师庙，你甲看较真咧，你甲拜，一定会到，甲恁到保庇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。啊，恁去甲做清水祖师宝贝，啊，祖师啊，弘安禅师讲，叫我来甲你。拜吼，讲你我大家到保庇做生意，你个拜一定有杯。啊，伊若无，你若拜无杯，清水祖师可能困中道。你着爱有耐心，真虔诚的心诶，你上香甲祖师禀报，你甲祖师讲，清水祖师甲到帮忙，花事业会顺事，好，我会趁钱，我趁的钱我一定会来布施，一定会来做救济。好做行善积德，我相信祖师一定给恁到保庇。啊，这嘛是风水呢。清水祖师呢，头前迄缸水是有够水，有够水，有够水的。啊，咱所以你要去遐拜的时啊，啊，咱一定爱真正虔诚的心，心内垃圾呢，咱那需要清气清气，咱去拜清水祖师，咱都我都甲清水祖师心心相印啦。啊，本人甲清水祖师所结的缘已经22年啊，在这22年中间呢，清水祖师伊嘛甲我帮助真济，尤其呢。哈，当我每一届呐，你去共看厝啦，哈，看风水啦，看厝顶风水啦，点水神的时啊，我一定会心内祈祷，哈，清水所施慈悲，哈，好这口罩的人会当事业较顺遂，家内较平安。清水祖师啦，伊甲讲，你这个吼啊地主咧是啊有够烦，好，我是安怎烦呢？他说你建到哪里，你依照风水的法则，你把它改两天合法，就会给你到保庇，给众生到保庇，那一定就要把我清水祖师给他请来 SOS 急急260。好，清水祖师呢就这么可爱，他是高佛高佛啦，很高很高的佛，他几千年要到7000年前呢，伊就是伫娑婆世界，就修行修行正果啊。所以清水祖师者，伊是咱所讲的高本。啊，清水祖师者，哈、啊，这一旦拜伊的时啊，予咱洗掉头脑未清。咱头脑若未清者，咱事业就未顺遂；头脑未清者，咱看万行代志就看未准。啊，咱头脑也未清净，咱所想的呢，颠颠倒倒，烦恼一大堆。所以啊，咱全省的各位十方善信大德、善知识，哈、啊，恁若有时间者，哈、啊，路过清水祖师庙的时，哈、啊，恁入去甲礼敬、甲拜拜。但是会记哩，恁赚着钱以后，一定爱去做善事，去做布施，去做救济贫民，这个。事业，祖师是非常强调的这点。咱各位啊，三甲的乡亲，万行大事诶，离不开水，啊，离不开风。风甲水是咱人的生命的原动力，尤其水咧，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。水就是财，财就是水。如何水神捡会到？如何财神请会到？啊，如何咱和财会收会到？这是风水有足大足大的关系。啊，水财水财财水财水啊！若是咱水神捡无到的时，咱自然一个家来真好做，后尾做是做到一只那孤呢，好好别，你要捡财捡袂到。
啊，所以清水祖师啦，啊，一名虽有清水祖师，已经都甲恁启示着咱的心灵，咱的心灵，咱爱有清净之心，水就是爱有智慧。咱有清净之心，咱自然就有智慧，有智慧咧，咱自然得财求财就求会着。啊，这一再一再，好、啊、祖师甲咱的开始，尤其咧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。好、啊，咱所讲的孙膑的师傅，咱对面呢，哈、啊，咱孙膑一间庙，这大间呢，洪德宫底下对面，好、啊、有无？哈、啊，那个孙膑真人呐、啊，孙真人呐、啊，伊嘛是咱的财星，尤其做爷呢，好、啊，做爷祖师就是孙膑。啊！当时孙膑的脚趾头啊，去予旁观个剁掉了嘞，所以伊爱去发明做花。啊，爱做鞋啊！咱现在呢，哈、啊，咱这做鞋的财神呢，做鞋的财神呢是孙膑真人。咱食品饮食的财神是清水祖师，五金的财神嘛是清水祖师。你爱了解伊，啊，所以财神伫咱。三劫结果呢？咱哈在神底下，咱个锁回去啊，锁回去啊。好，今日清水祖师唔是叫我来做广告，好，我唔是来个做祖师广告，我是来只赞扬赞叹的清水祖师的伟大，甲伊的慈悲，甲伊救世济民伊的功德。好，在咱民国以来。咱对祖师的认识，对祖师咧，台湾祖师咧，哈，伊的功德，因为伊无真正极力来弘扬，所以造成咧，咱对祖师是干咱认真拜，啊，但认真拜，但是祖师伊的慈悲，伊并无因为讲咱什么种的人有所分别，哈、啊，清水祖师咧，伊凡是人家要求，伊一定必应。有所求者，一定甲咱保庇。啊，这是这几年来咧，哈、啊，二十二年来咧，我甲祖师建立这好善缘，时时甲咱会开示。咱各位乡亲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哈、啊，清水祖师之妙的妙法啦、啊，在三劫。咱欢迎咧，全省全国的同胞拿来三劫者，咱大家来。虔诚来拜清水祖师，一定清水祖师会给咱道庇佑道保庇。啊，咱三劫的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三劫的所在咧，啊，我唔知有。唔知道有啥物较特别的特产无？啊，若有需要，予我趁这机会讲予咱全国的同胞、十方甚至是了解一下。等下你甲讲，哈、啊，你甲讲的是，我会讲予各位了解。这里三甲的特产、三甲的名产，我目前所知影呢，哈、啊，这里是清水祖师。哈、哦，迄不是名山，迄是圣神。哈、哦，啊三甲咧，这个所在咧，我知影迄个老街的建筑。哦，三甲老街的建筑咧，我若来有头去看，赞叹着古早人对这个哈、哦、风水建筑对风水的执着，哈、啊，甲极力的强调咧，咱古早人已经将风水咧。真正重视，啊，可惜咧，现在咱真济啊建筑界，啊，咱真济建设公司，一建设咧，拢违背着风水，所以咱我拄则过来看了温州公庙，个生意个袂歹，吼、哦，迄电费遐尼济拢有捐起来，表示着病人真济，一挂莫名其妙的病嘛真济。有病，生都艰苦一挂，但是你验验无病嘛，真济，迄叫做风水病。全省的风水啊，
好无一半，歹一半以上，足济足济徛过这种风水。所以啊，咱全省真济建筑物，因为不合理，建筑物的错误设计，甲时间造成呢，真济人未平安，造成咱真济人呢莫名其妙。好，来便宜行行呢，看花呢，才会舒服。你看全省的便宜，咱慈济功德会正言上人啊，也遐慈悲，看了台湾遐尼济病人，一间一间病院入去。好，华联的慈济医院，好，这大南的慈济医院，南部的慈济医院，中部潭子又要搁起一间慈济医院。过去几十间也无够用，也无够用。好、哦，其他呢？好、哦，咱真济哈大大间、小间的病院一直在去呢。这是显示着咱台湾医疗的进步，嘛显示着咱台湾人啊，好、哦、住伫遮病人是有够济，有够济。所以这个咱哈、哦、空气关系以外呢，咱这个徛家。好，诶，环境风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在四五年前啊，阿都咱就信徒咧，伊伫彰化河尾来到咱台中，哈，咱伫后里三宝寺遐咧。啊，一来咧，伊讲老师啊，阮家足未平安，哈，年半五个人拢欢呼死翘翘。年半五个人拢欢呼，一房，我去甲看的是一个腰伫病院伫喘者喘者，我看我倒来伊也差不多好倒去啊。好，我倒来身份试的是伊也差不多好倒去天国啊，也是倒去极乐世界啊。我去甲看的是啊，原来一处拢起唔着的，原来正信好灵，啊，伊就赚着钱。咱若好平一房的人呢？好平这帮的人哦，伊就量翻身，所以会赚到钱。赚到钱呢，啊，伊就是就无相信风水啊咯。买起啦，遐大房的、二房的，拢甲反对。反对讲你唔好去，还讲是啥物卖去？伊讲啊，这风水袂使咧，啥物风水袂使咧？哦，钱上好尔，钱才是风水啦。哦，伊就去起来咯。结果好平呢，向出的好平起一栋三楼的，三楼的面顶呢，好个创红的细碎的，哈细碎的红遐，阿哥安尼起来，好，嘿，咱看哈，咱去这样高速公路啊，有这样看，哦，我东山要再去，咱的老总统啊，哦，韩碧楼已经过去起来，我东山要再起啊，吼、哦，滚头木也起来，哇！迄个好牙头，哈、啊！结果起起来了咧，一房家己一房的人连续半年死两个，一个是患好，一个开车咧摔个跋个坎地，看落严重。啊，要遐咧嘛是拢患好，啊，我搁去迄个去看，伊个房啊头来伊个。哈、哦，是大人咧，已经伫病院碰者那一只，碰者那一只，嘛出去咧，哈、啊，老岁仔人猛叫起起哭哭咧，啊，拄拄啊一个啉酒醉咧，吼、哦，唔知咧急啥，吐个精猛狂，吼、哦，耳朵要卡出来，啊，弄一个咧，半条命，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就是迄栋厝起起来以后咧，好平起起来以后咧，棒棒上着。我甲伊讲，你若假使即楼你若唔拆，啊是唔你祖先所有行为，你若唔换位者，或者你两边爱阁起起来，好起一间宾馆呢？伊讲无两边无钱好起啊，因为干那办丧事办不了呀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本身呢，帮忙个人的日头请爷爷，虽然过性命，所以啊，就安尼无倒去。问我要安怎？我讲你就安尼嘛，你甲神位祖先拢请过，起起来一栋，以迄间为主，
啊，其他做良心啊，哈、哦、来咧就会平安。然后大门对出来，原来大门对出来一块地真水，啊，唔知去倒位听倒位先生甲讲，哎，因的命，伊主人的命爱开迄边，开迄边咧，对面都一只巷啊，噔噔噔，遐三四百公尺咧，睁开，噔噔噔甲冲来，冲来迄公，所以。这个灾难叮叮塌塌，我讲讲你迄个门封起来，因为老师啊，那我迄我的本命在啊咯，你有命不到无命，到尾啊真正拢无命去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这刷边啊，身位刷边了咧，稳定咧，即摆已经四五年啊，也无过来甲海公师傅啊，弯到安怎？所以山不转，路转，路不转，人转。这是咱人吼，伫世间，咱爱有一个智慧。今日贵国主王禅老祖，哈将真侪妙法咧，是全省吼各个所在吼预定，咱全省300个乡镇，那也可能啦，咱会派真侪地主各个所在去开班，哈教教各位有关的风水的妙法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将至，所以风水啊，咱有的问讲，哎呦，干那中风水无拍拼都有效啊！各位，咱伫世间，大家拢有自尊，拢会想要拍拼，但是呢，咱风水若无拄好，无小心一下时啊，咱家来未平安，好家来叮叮塌塌。另有咱一个信徒先生。啊，在去年尔，伊摕一张图来我看，老师，我要去安尼好无？嗯，这去了你要呼吸哦。好、哦，你去安尼是要创啥？家己台坦白来。嗯，无啦，我感觉去啊吼，感觉现在人澳洲都无要紧，澳洲你也无去，你也知无要紧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就要紧。白沙打就老了，老师啊。我起这间厝，三户冰开花花，两尾牙缸。你知牙缸无？手术了，天的迄个那牙缸里啊，吼、哦，就两尾牙缸。啊，伊咧，啊，我阮厝内底牙缸一大堆咧，是干我两尾尔，规家伙袂平安。一出去出咧，虽然两边出咧，但是咧，去都原来。倒插那像一支箭，插的胸坎啊，一支刀扑你胸坎啊内，造成呢，哈，因为哈血供不断呐、啊，血供不断，啊，所以咱就信道生老师啊，我人家讲安尼足好诶，安尼叫做摸黑卡斗业，叫做摸黑卡斗业，你摸黑卡来。把你的肠子流出来是有而已啦，什么有摸下脚都有，啊，他就说都摸下脚，那么老师啊，那要起，好，起下啊，要改我也没办法改啊，怎么办？啊，他跟我说就摸下脚，哎，好办，摸下要有东西，摸下要有东西，我说，哎，这样没关系，你叫过来听看看，头前，你跟做一个医院呢，吼，啊，面顶呢，那小小的亮点啊，哈、哦，你用在遐摸下夹物件，你就要逐项好顺好食，破一局，全破开。我你安尼，紧诶，爱个安尼改，你自然这局你就破开啊。因为老师啊，当时要做，我明年才来做，今年未做哩。问我今年要会过黑光手术无？我迄是歹讲。哦，迄是歹讲，看你好歹运，那歹运者，你就阁着；那好运者，摸下卡咧，你就夹一挂好物件入来。所以咱一足侪人，足侪人拢无了解到风水的原则，所以才会造成咧，咱真侪无必要的烦恼会教育。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啊，伊伫台南，吼、哦、家里的所在，啊伊。啊，都厝出去咧，啊，大门出去，人起厝像鸡仔型的呀，人只起迄个都白装型的，都鸡仔，哦，一支鸡仔，当然阿门记落。
啊，那么咱这位先生啊，伊本身我呢一个先生，啊，这先生呢，我讲你安尼起啊，讲哈，老师安尼起啊来，我先来还价才会接，我这是你记还价，唔是记我。我阿弥陀佛咯，你心有够无好了，你敢记还价？是啊，还价那白马好把人记得话记也好啊。我万一你若记，家你记袂好咧，伊讲哪有可能？好，结果经过年外咧，家己肝硬化，肝硬化，哇、啊！迄阵啊，好好笑啊！我咧我忙不多啊，我甲你讲问你卖对啊过，好，你卖你刷边啊嘛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嘛，你那一点都要，伊讲哦，我喺度看吼。感觉这庙庙真庙真水，吼庙那庙咧，哦风景那风景咧，因为人弯来弯去，下面甲种一挂花，想讲把人种的花来欣赏就好啊。结果什么款的呢？造成啊家己咧肝硬化，好才离开去变是伊咧，伊家好看，才转来好起来。好起来以后，经过完成大事，我叫你问换位啊，卖过天气啊，换煞，即马几啊年啊，无代志，哈。所以啊，咱真济真济徛家的环境，咱唔是提倡迷信，咱爱了解环境学，咱了解环境就是风水，了解环保就是风水。是你爱心。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厝咧做一个小小的加工，做加工咧内底伊都有咧兼做兼菜啦，啊，一挂食品的加工，啊，爱我去遐看，伊讲老师，我是安尼拢未趁钱，拢未损失哈，钱趁就拢无，哈，拢向倒去，我无人甲你去倒，你甲你倒家己，我哪有啊，我都收无钱，你甲你问题。你这环境卫生最讲老对人出面头前，如果出面头前的时啊，造成什么现象呢？把人的环境卫生歹，人家讲伊无咧信道，人家讲艰苦一挂，我跟你防你甲毒，你就衰啊啦！你甲毒，好人家就抓你毒，下个咪一娘一孙啊，阿公阿公，唔厌啦，隔壁阿婆啊。大家看水底的老多，你看要好偌济，去要创啥安怎的？你讲咩？你讲咩？伊就知影隔壁阿婆，伊就食饱营养，伊上班，伊就坐倒遐，甲你勒个毒，衰起来。所以啊，风水就环境好嘛，厝边头尾互相莫受影响嘛。啊，所以啊，即个咱的信徒先生啊，伊才讲老师，谢谢，我今日。实实在在了解到风水啊，我实实在在就了解到风水的厉害，就是环境。我讲你迄个猪啊，你甲挖一窟内，创环境卫生爱保护，厝边头尾的卫生诶，哈清气都是你的卫生。大家甲你赞叹，甲咱赞叹的是啊，哈咱自然呢，哈咱会得到人甲咱小祝福。若是一个人啊，咱未得到人甲咱赞叹，人甲咱勒甲毒的时，哈，咱环境卫生做无好的时啊，我跟你讲，爱注意，迄嘛是风水啊。另外，咱就是信徒先生，伊是真爱饲狗，啊，这是足清气的人，佮爱饲狗真清气，啊，狗饲饲咧吼，早时牵放屎啦，拢甲牵去隔壁房，伊就真早落去啊。啊，家己的面头就唔放，牵你隔壁放。啊，所以出面头尾咧，有一天咧，吼、人就甲扑，透早咧就举一支棍啊，看伊的狗咧要放屎的时啊，就大声甲喊，吼、啊，棍啊，大公公家安尼挨挨杂杂的，才遭遇警察局，大家拍歹感情。啊，有一天咧，啊，走来问老师，我最近啊，水温水到安尼哈。我讲你是咪有道德优顺？无啦，我的狗啊吼，啊都我头前我爱清气的人，啊你放屎看你倒去，我都隔壁尔。
我讲你有够迄个啦，吼、哦，有够无良心的人，无卫生的人啊！所以咱这位信徒先生啊，伊讲无要牵你倒去，牵你把伊放放，你甲收起来、扫起来，你劝伊粪扫人去就好啊嘛。是安那都遮尼无度量啊！各位，咱饲狗，那是影响到别人的安宁的事。防你一句，毒一句，咱福分都减少去啊！吼、哦，这点爱注意哦。吼、哦，狗呢？哈、哦、那，因为狗来就会富，啊，狗拿去防妈做恶业，咱就会贫呐、啊，会贫。哈、啊，曾经咱嘛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是真正虔诚的教徒，啊，伊呢，拢有亲口啊，但是心要无交清。心无交清诶，哈、啊！伊就吼，逐工都食菜哦，蛮认真念佛咯，佛珠嘛关了哦。哈、啊！伊咧看到隔壁诶鸡仔来，伊就抓起来，脚压到凳，甲担倒倒去。哈！啊，迄、那个鸭来，哈！啊，伊就阿妈公甲拍，他拍个球甲拍咧，就甲担倒倒去。吼、哦，食菜嘴有清，心嘛爱清，才有好。啊，有一工咧。因家囝呢，同齐来嘛，先问事啊。问讲老师啊，我妈妈身体足无好个了，食了无好，嘛唔知都有咧念佛咧，啊有咧食菜咧，身体也食歹，我心是毋是有问题无？心啊，伊就点点拢无讲。经过过几工啊呢，咱就信徒来呀，甲答案老师啊。我厝边一个人某某人，好、哦、心有够歹呢。哦，那安尼哈，可能精神有问题哦。我可能精神有问题，我咧讲话听，我咧去精神啊，卡嘛是安怎安怎啦？哦，就是因为是大人，伊心甜，伊心态有错误，所以心无好食，人你穿偌济口嘛无来用。所以咱真济咧，若是咱的心够清，嘴够清，是落人一定会平安的。哈、啊，所以咱这信徒先生啊，我讲你迄吼，拄拄所讲的，拄隔壁迄阿婆啊，我顶几工有来呢。啊，伊个咱你就甲勒，伊就甲勒，互相勒来勒去，躲来躲去，骂来骂去，咱福分拢薄去啊啦。所以各位啊，咱。心量尽量，这嘛是风水呢。啊，要咱这信徒，这才是有高水。咱就普通这后边最高有咧套，啊，伊就是把人抄最高，啊，不爱好地方，伊就甲塌咧咧，甲塌咧吼，啊，转咧袂当过，袂当过，啥规抓咧，吼，规抓咧，啊，水呢倒灌灌，家己灌出来滴，奇怪啊，七八号安尼吼，那拢水袂通。啊，未通咧！啊，人就去顺顺，哎呀，原来就打一雨，后壁起来塌掉，吼、哦，开始塌掉时，人就真无谅解啊！大家开始起大声、细声，哈、啊，起冤家，迄拄仔伫阮厝边啊，尔，足大声，冤了我看嘛咧，什么代志啊？都我，家里讲水管塌掉无道理，恁家的臭水管，我最想最经过阮家来。伊无想着因兜的臭水沟水嘛，经过别人兜，心量有够无？哈，那厝边头尾呢，先讲伊都唔肯放过。到尾才请阮了管区大家来调解，才放过。但是福分都无去啊，红利甲毒搁上哦，所以真袂顺时，真袂顺时，到尾去口罩呢，带袂掉，厝边头尾大家甲掀甲弯。啊，带袂掉就搬走去啊！所以风水风水啊，包括臭水沟水，咱都爱好会流通，这嘛是正个风水。各位，咱大家哈啊，有当时啊，疏忽小小的疏忽嘞，咱会造成咱福分会红，迄福分咱家己自然会拔掉去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。阿婆啦，是有够自卑。啊，人家讲啊，你剩几回好食尔，剩两回好食，三回好食。阿婆，我敢那照你看，
啊，结果咧，哈、啊，伊有一天来到新闻室，我甲收，甲收身体的时啊，甲收囝的时，我阿婆啊，你要几岁？我要较无八十啦。好、哦，那么你也是咧这样，我善事做尽啦，歹事不做啊。我想听无啊，我早时透早三点起来，我是把迄条街啊拢我咧扫，迄条街拢咧扫。什么扫呢？拿大机扫细的扫，扫的扫呢，就是十八罗汉棍的招数、啊、所以伊安尼扫扫啊，身体用，结果加活十四年，到我熟悉的是十四年，迄年身体足歹足歹，去求神王爷一支签，叫伊爱去做功德，爱去拼街路，爱去扫涂骹。所以庙公啊，教我你去扫涂骹，顿悟，马上开悟，再是扫涂骹，减少加大。结家十多年，所以好事在咱日常生活之中，这即是咱无量寿的妙法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将到，啊，咱三甲的各位乡亲、各位贤弟兄，好、啊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。每一天都要有呼吸，要有吃水，那像刚才我嘴巴要有水，还要有空气，所以空气和水吃是我们人的生命原动力，这就是风水。风水风水在我们生活的身边，风水在我们处前处后。过去我们对风水的描法呢，大家拢是伊伫非常神秘的状态之下来讲风水。事实上，风水伫咱生活身边，哈，咱每一工出前出后出门都是当着风水。那么至于呢，咱一间厝的摆贴，一间厝的方向，啊，一间厝爱徛什么向呢？这有伊个固定不变的法则。啊，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就为着讲，希望讲是较会趁钱，较会存钱，伊就叫我什么名，爱一什么向，啊，有一天呢，伊找到一间厝，好，足好诶，这下我诶向，哈、啊，伊就甲买起来咯，啊，买起来的时啊，哈，面头前呢，嘟嘟啊，一个路冲过来，这间厝呢。无人敢住，更大咧，更得难免坏好，事业就失败。啊，所以咱就信徒先生啊，因为根据着伊个好个向，伊个买起来，伊买起来是迄面咧，都得得民望个时，都有足大阵个人，为个沙西米多啊，个签啊，个地头，个本单，一直直叫个，叫个去走无路，直直走走走走走走个。迄间厝的时，就拍咧，脚床被去用挂一地去食，做啥物食，就要精神起来。吼、哦，一惊一日咧，安尼这间厝一定有问题。好啦，伊就去请先生甲看咯。先生，哎呦，你这路冲你爱改，那无你袂大呢呢。这间厝所住的人咧，拢会脚骨断去啊，断脚骨，车祸拢断脚骨啦。伊就吼、哦，我真很迷茫，去用沙西米多把脚床皮的肉去甲撩掉伊。原来就是这间厝所住的人车祸拢卡当，怎呢唔敢住？啊，才找伊问王老师啊，要安怎？我讲这个呢，你要请名师甲你解，老师是无法的，因为路冲者。咱普通时福分也较无够的人，咱赞袂调；福分也较会够的人，你才来赞，才会调。还讲我当我嘛无钱要买啊，我可能一斤尔，我无安尼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我到拄着啊，你问入来转只玄关，我向壁问我入来咧，互两边路来冲较无问题。你若当着路冲过来。好、哦，咱的门家改只玄关，玄关的我向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入来的时啊，咱两边落枪，粮来枪，水来枪，就财来枪。
啊啦，我讲你爱改安尼尔啦，无法度，爱真正入去，伊就改啊咯。啊改咧，啊伊就搬入去住，住来也是平静平静，无啥物大代志。但是钱去较袂掉安尼尔，平安上也是要平安。所以咱研究地理，我为虾米专心要开课？啊，咱有讲师，啊，咱今日咱这吴天化吴讲师咧，伊是电力公司高级的工程师。啊，我讲你爱这边上班以外咧，你家己找时间咧，爱去攻击前人。既然你学到这个道，你就爱将这道来传予大众。啊，咱下伫这里叫做大溪。大溪咧，咱嘛是要开班。大溪要开班咧，咱是张宗玉，啊，那张讲师要迄个叫做上溪，台北县上溪乡咧，啊，咱嘛要开班，遐嘛是吴景堂吴讲师，咱新增啊，嘛来要开只一个班，将名发推出去，为赞明之讲师。啊，所以我即将真侪真侪妙法咧，照到各种各种的因缘，哈、啊，各位咱只地主哈讲师咧，要将只妙法哈甲传出去，目的是希望社会祥和，希望一挂未平安的咧，咱会当得到较平安。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家哩我那是一个西医的医生，阿姨咧。啊，足有效诶！对伊老爸老母吼，伫庄卡带来有效。但是咱厝咧，哈、啊，楼顶楼下老岁仔人较老咧，伊就无即个要病，较无方便。伊楼下就甲隔一间，哈、啊，隔一间房间咧，啊，恁去看咧，哈、啊，他真舒适吼，家己四大人住，遐住困。结果下面是化学困。化学区的大学的，佮大区的大大学大地的，啊，拄拄啊困老母咧，啊，迄、那个叫做，佮是两个四大人，房间拢伫化学区面顶，四大人来遮住的是真好困，直直困，直直困，直直困的，奇怪，老爸老母来遮住的是哪遐好困？一年。是不是厝边头尾无伴，吼、哦，所以一只遐好困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四大人身体直直虚，啊，真严了严无病。有一天呢，这医生的太太呢，啊，伊就来咱诊所时，问我这代志呢，我安尼可能恁四大人好困的房间啊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哈、哦，这里有都困在楼下用嘿，啊，是不是一卡是化困？嗯，那就是哦，那就是哦。好，啊，你静静讲话听，为我看，刚刚那下骹的化学困，所以老母老爸来咧，啊，只真好困，愈困愈虚，到尾老爸老母全都拢唔惊，唔敢来遐好友好。吼、哦，伊就真无谅解老爸老母是虾米啥，啊，伊就怪先生，怪伊的太太先生娘，是毋是对伊的大官大家也不好，四大人才无爱来。啊，咱这位先生娘咧，啊，都往咱的地主，啊，叫嘛舒服舒服啊，哈、啊，阮四大人安怎安怎讲话听？我想讲是毋是？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啊。咱困的下面那是化学困，咱个隔起四大人住。四大人困的时啊，四大人元神会直直失灵，爱注意。我看到这现象有够侪，有够侪。啊，这位医生呢，啊，我阿西欧医生，我切阿西读，我免读啊。我这老爸老母都救未好势，卡输这些西学困。好，个伊呢，学个遐济呢，卡输这个西学困。好，甲伊老母老爸呢。安尼，害咧，脚酸手软，无在了，哈，无在就惊咯。这咱全省唔知偌济同胞，偌济先生大德，拢患着这个毛病。啊，曾经要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啊，伊个囡仔啦，哈、啊，原来就是真活泼。啊，伊咧，哈、啊，拢暗时困咧，眠床透死人，唔爱要困眠床。啊，伊拢困涂卡。啊，困涂骹咧，啊，我是叫看，哎、欸，囡仔若困涂骹，我嘛唔知，眠床遮舒适，伊唔困，
结果是啥？下骹就是亚述罗。咱的主本的亚述罗下骹变成这個，啊下骹亚述罗伫遐咧住，囡仔困面顶，缀伫赵军的头壳顶，那困袂去，所以咯，困落下，连着困出来听哩。啊！啊！囡仔咧，用困咧，脚踏片就足上，啊！上个安尼我无咋困，我困到脚就袂上啊。这唔知偌济人，咱厝个囡仔会房间，又伊是后壁间，上容易咧困伫灶头个面顶，头困伫家属楼面顶，头壳直直上，阿妈困直直上，脚踏片直直上，你规个拢困个咧，虽然隔一层。迄、那个都高，高高的，迄、那个都涂骹咧。但是所发生着咧，身躯咧，哪像这煎鱼啊同款，吼、哦，身躯困袂好势。这嘛是风水呢，这样风水。啊，要咧，我去咱桃园，啊，这体育馆较热遐咧，一口罩。啊！我去啊，看看厝的时啊，啊！啊！我去啊，看厝，我哎呦，哈、啊！你有够自卑，做大个大家是有够自卑啦！伊看是安尼讲，你都煮饭互新妇食，新妇咧，吼、哦，佮佮你嫌佮臭屎，是吧？老师你也知，因为你旧灶伫头前，新灶伫后壁，新灶是新妇，你旧灶是大家啊，你应该新灶伫头前。故造的后壁大蛇叫昏，结果呢，新造的后壁大家面头前，啊，大家煮好呢，啊，叫新妇起来吃呢，佫互新妇骂，吼、哦，安尼吼，足热个就对啦。结果热几年，热三年啊，四年，我看起刷刷，吼、哦，灶位电脑老换，哎、欸，换过无几工呢，新妇起来煮饭，啊，煮饭叫大家来吃饭。啊，咱这信徒阿伯咧，但是真的，哎呦，你啊，卖计生啦！你啊，真正遐友好，那遐友好，较早都友好啊，他老阿即阵啊，两个，哦，到尾就，哎呦啊，原来老师甲讲的，吼、哦，这个灶位颠倒呀，啊，是到尾才接受到，哎，真正新妇是友好，所以咱不要去怪讲新妇不好，新妇未不好。啊，因为咱真济拜贴唔掉去，造成新妇伊嘛无可奈何啊，要还得来。啊，要我去屏东看过咱一口罩，哈、啊，这个大家新妇咧，哈、哦，拢是擦过的去烧嘛。啊，伊都两口罩，一口古罩，大家的啊的一的做过的卖嘛，做过的卖，啊，过来咧，伊底下煮饭煮菜。啊，这边一口罩咧，新妇啊罩烧对，嘴对嘴，嘴对嘴的嘴，哇！我用绘本，你用绘符啊！啊，所以大家新妇，吼、哦，大声细声，安尼手过头看，我去看的时啊，因新妇叫做插底啊，你看我，你看啥？你看哪里？我讲哦，你新妇吼，这个身体有够好。爱心不在遐咧，伊讲嘿啦，我身体是袂歹啦，哦，伊啊，唔知影我咧讲啥，啊，我一时啊咧，我讲你安尼吼，啊，你两个走小队，吼、哦，老人讲话较对新妇啊较招呼咧，吼、哦，卖了啦较大声细声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吼、哦，啊，你就是安怎，吼、哦，你手都起是安怎？查某人、查某囡仔人、查某迄个新妇，爱安怎安怎，好能大家新妇，我带到中环，伊咧即过来，我互你倒去，我煞去甲因做公亲。哈、啊，我哎，你真卖管啦，人结束人到位的时，免看时，紧的啊，改改的，走下迄、那个哈、啊、新妇迄个莫边去啊，莫边去，即走位遐咧，新妇啊，是啊。本来我就是在那里煮，我好好是安尼大摸来吃。伊讲人先生叫我摸来吃了，讲安尼较好嘞，就是安尼我那只是冤家啦。你看有够冤枉诶！厝诶问题，我煞会安怎啊？啊，就安尼
大家心不怎么平静。所以各位，咱真卡靠心照，靠骨照。啊，是有心照有骨照，一定那系唔对的事啊！吼、哦，家来未和谐。啊，另有咱就信道先生，啊，伊咧，伊个名称为，啊，伊个名称为咧，两阿婆咧，困咧，好睡好睡。啊，有一天咧，伊想讲要合作。卡会赚大钱，想讲做生意较顺，哈、啊，听人讲，还找得下，吼、哦，面层为了困什么方式诶，吼、哦，伊就会大发财，迷信，迷信啊！咱风水有六种事，外大门、内大门、灶位、神位、面层位，要这个叫做水塔。有遮侪个水沟，足侪项，最起码有六种树厝来迄个起，吼、哦，六种树是影响到一家的平安了。啊，所以咱这个信徒先生啊，哈、啊、伊咧，哈、啊、因为为了这里想要赚大钱咧，啊，所以两翁阿婆咧，哈、啊，跟咱出店面上头前经啊。咱面层达最苗个两支脚向外口，或者卷出去，是不是啊？咱店面啊，外口经的面层，你达最脚苗向外口，向外口都是卷出去啊。你就爱向壁，那么伊想要发大财，讲下个命，两阿母向安尼呢，三个半暝呢，两个去揽在哭，讲伊面盲，伊红腮跋落去看。过几天换因翁婿面盲，因某大力开看，就甲揪起来呢，骂骂吼，啊，迄个发财发业较紧啊啦，发业啊！所以咱厝房间，咱周围头前景达最卡面向外吼，迄不安呐、啊，或者卷出去啊！来你甲讲，我讲迄个不对嘛。咱若要向外吼出去，咱厝上后壁景诶，咱会使向外靠。头前经咧，咱袂使咧直接向出去，向外就平安啦。我财迷心窍，那唔怕病，你敢那硬一顶床，吼、哦，你较好困，敢那带暖就会趁钱。我都唔相信，我头壳互你站起来做一下。所以咱真侪人无智慧啊，无知识啊，啊，因为风水命法唔知，那都只小朋友。辉煌呢？啊，伊上辉煌啊！上回来这小朋友，伊爸爸呢，那个黄师兄，啊，伊就做陶醉，有一届去讲，啊，人叫伊去改一个腿，迄个腿呢，已经改七届啊，连么改遐改遐改到咱的师兄都特别改，啊，咱的还头家呢，甲讲啊，这腿安那爱改安那改安那呢？好，到尾啊，咱这黄师兄呢，啊，伊讲根据师傅所教我的，是爱安尼才对。伊讲我改七改啊，好，拢无趁钱。你七改你就散，第一安那散呢？一支腿改一支嘞，最起码十万块，十万块改七改就七十万。好，啊，第二呢，你就改七支腿嘞，最起码爱两年，干那达工咧想新鲜。啊，大家想新鲜嘞！哈、啊，你就两年无做，你就搁减碳。哈、啊，啊，规家伙乱糟糟、心神不定的事，哪有可能会赚钱？迷信啊，迷信啊，无智慧啊！啊，所以咱今日我要传遮个风水的妙法嘞。好、啊，我这本书送予各位。好、啊，恁呐、啊，好、啊，等下家己注意看，因为这本来自真济，我来写白话。恁家己自己看，吼、哦，安那来？所以一支腿呢，并无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的全部。一支腿呢，唔是代表整个咱一个家庭的全部。各位，咱爱有理智，再足济足济无合理的说法呢？啊，我看到真济冤枉，吼、哦，家己无智慧以后呢，造成家内的白条河啦，吼、哦，未如意的事。好，万天万地，万东万西，好，所以我才专心呢，好，四个呢，好，要开这个班，好，专心呢，
啊，开这易经风水学的班呢，研究班、先修班，啊，希望将咱真济妙法、易经的妙法，哈、啊，甲风水的妙法，照着咱讲师每礼拜一天的暗时三点钟的时间，妙法难闻呐、啊，妙法难闻。好、啊，咱目前呢，咱全省已经将近100班啦。啊，这100班来呢，咱希望将真济妙法陆陆续续传予各位。咱伫8月27日，咱的嘉义啊，哈、啊，嘉义市，咱伫公园一个大的喺外面呢，哈、啊，这舞台下呢，咱嘛要举办到像咱这个现这型呢。哈、啊，大型的易经风水学的讲座咧，啊，咱会当容纳1000人，咱就加去。8月27日，去暗时7点到10点中间咧，咱有咧，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所主办的，啊，加咧，哈、啊，咱的易经大学，啊，加咱加去咧，哈、啊，社会，哈、啊，要福利团体，哈、啊，要中心补习班。哈、啊，共同要举办这个妙法，来讲予各位了解。所以各位是方程之师，风水的妙法，唔是咱所讲的哇，我看方向尔，唔是咱祖先的风水之意尔。现在咱全省的地理，确实较万死的找无迄台，你知啊？万死的无迄台呢？哈、啊，佫袂使早死哩。好、哦，为了要台地理，咱爱早死，佫无忌惮。啊，万死佫无要台，看要安怎都好。啊，无飞天顶去哩，啊，佫无修行，佫无法度飞去哩。哈、啊，要落土卡，佫无所在。啊，所以啊，咱愈万愈死的人吼、哦，咱足侪苦恼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咱无要紧，咱时阵啊，咱修到日时头，就飞天顶，就无坏人。这是相关的境界。哈，相关的境界，咱黄帝祖啊，咱的老祖公啊，黄帝祖就是啊，顶鹅升天，白日咧，就安尼化着天气，咱祖公的是伟大，所以咱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，中华民族咧，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，真正骄傲的民族，啊，但是咱台湾咧，哈、啊，这侪年来咧。咱每个台湾对咱的制作的行动呢，哈、啊，咱无真正切实去实行，啊，所以咱伫啊93年的时，正月7日下午2点到6点的，咱伫每计划是即叫做南口大体育馆举办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的大典礼。好、啊，咱来照着神宗随愿，咱来敬祖礼祖，哈、啊，咱才有前途。咱来当礼祖敬祖者，哈、啊，咱家家户户会顺事，两岸会干戈，化干戈，哈、啊，为祥和。哦、啊，所以啊，咱到迄个时阵呢，2004年1月1日下午2点，欢迎各位，哈、啊，咱到。啊，南口体育馆，咱来共同来制作，咱将近有5万人到6万人的制作，非常庄严的一个大典。好，欢迎大家咧，共同咱来追求咱的献命中华民族，咱的祖先咧，迄就是追求着咱内在心灵生命的原点。啊！咱三界的各位弟兄师亲，啊，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甲风水的关系。有的人甲讲到风水是迷信，事实上，咱无了解风水的人，才是迷信。当一旦咱了解风甲水，就是咱的生命的事啊！啊，咱会感觉哦，风水的奥妙。在拄多10年啊，多10年前呢，哈，咱伫南部有一位律师，就是黄律师咧，叫黄秀莲。啊，迄当时啊，到新闻时，
咱就举办了99天的法会。99天的法会，就专门呢，咧为咱真济人家内各种的信，有诶有香烟呢，有诶无香烟呢，啊有人服侍，有诶无人服侍，或者多些问题啊，所以99天的法会咧，拢是伫啊。奉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甲咱开始咱办这个法会。咱今年啊，拄啊10年啊，农历8月7日开始，咱有99天的法会，伫三相基山仙轮寺，哈，咱的千佛大禅堂又发出了连续上99天的妙法，好佛经来予咱的，若是要超度咱的祖先的人，超度完成戒主。上顶或者英灵呐，咱这是足好的一年。迄当时啊，咱这个黄律师啊，伊来我阿爸时呢，伊来找我的时，看路行，伫行路用拖，用踩，伫踩，加个花时啊，结果伤病拢结完，啊，胸坎啊，胸部拢结淋巴瘤，医生甲宣布过一个月就啊。无效啊！我看真正无奈的情形之下呢，我主要看我啊，风水歹，风水无好，你身躯上身体的风水有问题，就是你体内的风水有问题，用要安怎？当这个来，唔得要电疗，唔得要电刀医，化疗唔得要化刀医啊？唔知啊，我死灭准话袂易，你风水歹。你爱上风水真经，咱有一本风水真经，今日无带来，哈、啊，这个、风水学，啊，所以咱风水真经啊，啊，你早逐天上三遍。伊讲我真艰苦，我倒咧咧，我无要紧，你坐咧念，啊，然后咧，你爱拜，伊讲我拜袂落，艰苦甲咧拜袂落，我无要紧，无你就先念风水真经，你啊，一天念。三遍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啊、哦，风水真经才有四本的有啦，咱内底有迄、那個，哈、哦，你内底风水真经，哈、哦，你可能底下内底有，啊，一认真念呢，念差不多半个月以后咧，伊会拜，伊会拜啊，胸骨就较软啊哦，啊，小哥，我迄个时阵拄8月开始办嘛，伊来差不多10月啊。到古历过年的时啊，啊，咱见过年呢，咱先有师伫各省先有师啊，吼，何十方神仙大德来遮礼佛来求平安的时啊，吼，大家天地不都未枵咧。结果这位黄律师咧，啊，我嘛未认你啊，破病的面型甲身体好好的面型完全无相像。啊，伊就好做甲安尼大汤水，啥都挂挂甲安尼穿片片咧。到中昼，我爱食饭，还佫食面的时，老师，你捌我无？当时啊，走出来，我唔捌的。我是阿莲啊，你阿莲啊，唔是破病要死啊？嘿啊，我都无死啊。你是安怎好？你都叫我等去念风水真经，直直念，吼，因在念，阿念因在拜。我呾迄阵到要接10月啊，啊，结果呢，过年的时。用规个拢好不了去啊！啊，以后我都做完开啊，足欢喜，迄个身体上嘛有风水呢，唔是干那外口臭水搞到风水，唔是安尼啦。咱身体上的风水，啊，咱就五脏六腑会袂调和。啊，比如讲，咱一位信徒先生，伊就叫我去看厝，去看呢，我讲问你油纸摕条来。老师啊，你也知我油纸摕掉啊？是后壁行枪半条行啊，枪伫倒边来，枪伫倒边来咧，就咱查甫人枪查甫人的油纸，爱毋是补就害。那枪后壁行啊，枪正边来的时啊，咱就枪着查甫人的油纸。你老师啊，我摕掉去啊啦，查甫人油纸摕掉去啊，惊着着老师，你也知我咧。风水问题，
好，所以这种的莫名其妙的灾难是不够多，不够多啊！要咱邦桥有某一位律师先生，伊的厝咧拄拄啊，吼路枪过加多镇，这加多镇咧，啊，咱这律师是地方的政治上嘛，非常非常有这个活动的人。好，结果哈，带已经厝了咧，伊的囝闹。脑癌刷死去，吼、哦、刷咧咧，还只换伊红腮咧，然后只嘛结一话啦，开始嘛生癌出来啊，阿多叫我一地主咧，或者连人上伫邦桥市公所，哈伫遐咧，哈唔是邦桥市公所啦，嘿，哈邦桥市公所啦，有人甲听到讲邦桥市公所。好邦桥市公所啊，伊个林仁尚先生啊，啊，伊就去甲经过去看朋友，哎呦，那是摸黑咧，啊，一支这只叉咧拿喉，所以大家莫怪拢拿喉咧，吼、啊，会生癌。一年一，好啦，咱就有历史咧，好，家己真正相信。我这间厝有先生甲看，总这个公司咧，吼，伊甲迄个甲介绍我这间厝足好诶。啊，伊甲问我这先生者，就总这个公司的这头家经理的爸爸，吼，伊就做先生，伊就甲看，讲这间真好，发大财。啊，伊就甲买含，结果财要发到伊命，一日休息。啊，伊就为着这件代志咧，开始在印证啊，是真啊假。啊，所以伊就请妈祖婆咧，啊去因厝，因厝的佛堂来请妈祖婆，就开始用啊，迄个请机身来扶机，好看迄间厝好啊歹。啊，伊讲咧，咱的林先生啊，啊林先生先生啊，嘛去因兜，啊那楼顶咧，啊就是开始妈祖婆咧机身啊来扶机来。好，讲这间厝地主，你这间厝不用大，这间厝真歹。好，这间厝若大，又阁顺顶，直直顺哩。好，那这位主人家咧，是哇，林先生嘛知，嘛讲歹。好，那么迄个妈祖婆来嘛讲歹，开始就去紧张啊，要安怎？事实上无解，加多镇，加多镇的厝是足歹大个啊，加多镇的厝。那我甲咱的林先生，我哎，林地主啊，你甲妈祖婆的高位平权，啊，咱平权呢？因为你成功大升，妈祖婆后壁呢，过来讲，搁赞一声，讲这间厝歹袂大哩，会开始一个叫念的，安尼是不甲妈祖婆的高位同款啦？好，所以拄只呢，咱介绍咱遮就发书。因的高位嘛是甲妈祖婆拢同款啦，好，咱遐一般遮地理无好的时啊，啊，因拢知，所以我才派遮地主专心各个所在去开课，啊，去开班，啊，开课，到这所在开一班了，等于这个所在每一个月开四届发挥同款的功德，啊，所以咱欢迎呢，咱三峡地区的。咱十方甚至大家的亲戚朋友，若有兴趣学这个法，易经甲风水的命法，咱易经甲风水是科学、环境学、智慧之学，唔是咱所讲的迷信之学啊。咱另有一个案例，咱一个地主，啊，伊对看地理嘛真正有兴趣，伊嘛是一个企业家。啊！伊原来因个事业真袂顺失啊！伊去学地理以后呢，后来佫上咱个课以后呢，啊，伊呢，好开始渐平顺。但是呢，伊因个事业袂歹。伊讲老师啊，前几年我去某人因兜，啊，佮去因兜呢，还拄啊人咧灌手球啊，底下讲咧灌手球啦。吼、哦，吼，哭哭哭哭哭的声，我的兄弟教伊出门迎接。吼、哦，我这几大只铁架走来面头前，点靠在迎接，啊，家己害我害是咪？遐大只那个迎接，嗯，奇怪，创啥？
迄拄只底下讲，讲伊的兄弟到位，吼、哦、来甲迎接，所以特价来迎接，趣味吼。啊，原来咧，就迄间厝未平安。啊，咱这装修咧，啊，咱师兄咧，啊，伊就人家讲嘛，亲戚啊讲，啊好啊，无来来印证看嘛来去看嘛来咧，去咧，哈、啊，上底下讲咧观秋桥啊。好、哦，伊要去遐看咧，含上底下讲，伊就特价竞争。恁家在拄只遐法师吼、讲师吼，哈、啊，恁好好啊，爱献出你的智慧，布施你的智慧，来为中国咱有缘的人来奉献。那么咱的同修师兄咧，啊，伊家己一面做事业，啊，伊一面学咱的道。啊、所以咱学这多，咱不是讲要赚钱，学这多是来服务大众。社会有困难的所在，咱就爱顺耶稣、天主，安尼咱去有困难的所在，去接受到困难的挑战。啊，咱呐学多的人，这个所在有灾难。咱爱进入有灾难的所在咧，接受着灾难的挑战。咱爱将这法轮转法轮，这是咱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的不二的法门。今日咱才有好一年来到咱三界的所在，来讲解着咱的易经甲风水的关系。风水是根据易经所演化出来。易经是根据风水内底来悟到一切的妙法，风水的妙法，哈、啊，易经的妙法。咱若无学的人啊，咱会感觉真浅；咱若学的时，感觉浅浅啊。哈，曾经咱一位信徒伫水南阿婆，伫咱新德班呢，哈、啊，老先生呢八十三四岁啊，太太就八十岁啊。大陆人，这上课的时啊，哈老啊，伊都记袂着起来。啊，今日上课的时，听早起啊，哈老公呢，老阿婆讲啊，老婆啊，我忘掉咯，六十四卦我忘掉咯，我袂记咧，怎读个袂记咧？啊，老婆咧，老公啊，我也忘掉咯，我嘛袂记咧。你看两老五个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下个礼拜我们再去好了，后礼拜再去。结果两阿婆读四年外，咱所教易经诶，伊记入去，我都提出来用。但是有一天，因算大陆的人，大陆人呢啊，咱的这老阿婆呢，阿公啊呢，伊就等于大陆，等于大陆呢，因两兄弟啊，一阿兄一个小弟呢。拄多困伫厅头，规家伙在遐哭。啊，困伫厅头遐哭，伊莫名其妙那，倒来都是安那，我死去啊，死佫无死咧，啊，喙佫会喘。哦，开始咧，咱只老阿婆啊咧，伊就嘛真伤心，伊就我不能烦恼，我爱冷静，爱冷静。开始啊，老祖啊，请你慈悲哦。王禅老祖，请你慈悲，救救我的哥哥，救救我的弟弟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读遐济年啥拢唔捌。你救救我的哥哥，救救我弟弟，跟他画画画。你看嘞，是不是有砍两棵树？是不是错两张纸画无？我啊，叫是啊，都种三工嘞，一张大张纸，卡细张纸，两张都错掉，结果三刷，三刷嘞。刷远嘞，都去刷着。伊讲我也不会罗盘，老岁仔人，我目睭花，我唔捌罗过。但是我两张手啊刷，所以才刷两个人，大张都阿兄，细张啊都小弟，两个都啊捧着那一件，捧着那一件。哦，迄阵才想，师傅有传我话哦，哈、啊，就开始。阴阳就我最终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迄首歌咱晓吼，伊就唱，哎呀，炸录音带转去，吼、哦，咱咧就炸录音带转去咧，啊，伊就开始，大家不要哭，吼、哦，跟我唱，
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神归故知，一此天下定太平。哦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啊，唱了一两点钟的时啊，阿兄变起来啊，小弟变起来啊，你们在唱什么？好好听的歌哦，我惊中风，中风的是走了好远好远，有一个老头子，胡须白白的，拿一支棒槌啊，把我叫起来，所以我又回头了，还想，昂坦老祖，哦，结果呢，人家争一下呢，人家乡下呢，都讲台湾的菩萨回来呢。台湾的菩萨等下救因两兄弟啊，转呢大陆一下子，因的关呢，迄乡的怎出名起来？一年一度的啊，结果迄个录音带咧，啊就放好，带大陆啊放去放，规整个人干啦都爱唱迄个歌，这是反攻大陆第一条歌。哈哈哈！所以当然呢，讲话听讲啊，真欢喜。师傅啊，我达成任务，我去反攻大陆。我怎么反攻大陆呢？一下讲，原来听这里歌话听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拿来上课的同修啊，咱的吴讲师哈啊，你即摆来，咱来开课是讲本一点，上加咱家啊，三甲家的啊，大家结缘哈，咱那个歌。啊，咱有个人，那么来上课嘛，无要紧。好，咱就准备一挂来遮跟人结缘。车底开车，咱就听，放个录音带，咱来听。祝平安呢，这个歌就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你要改印心的一首歌。咱来别唱歌，咱念阴阳人我最中心，可笑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神贵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咱直直念，直直念。啊，咱有一位地主。哈，岭东技术学院的教授，啊，伊就开行动不方便，哈，手脚不方便，伊呢，偌古锥呢？那么到位的时候，惊无车位要停车呢，伊就开始念这四句：请老祖啊，帮我找找车位吧！哎呦，你也可怜我，啊，我的脚不能走那么远。你看，很多做都爱去给人倒水消去。我讲你吼、哦、有够良心的啦，嘿，你唔好假多做大心大道，请伊去甲你啊个倒找车位。个但是我每次练的时候，练了十几遍以后，等一下人呢，你来得很急的，赶快车子开了跑哎。咱这教授，这你高资的教授，这是啊，咱贵国先师也为着咱用心，所以咱来学会更加。咱不一定讲哦，我到少年才来学。咱啊老岁仔人，咱来听足真法的。咱只江苏，那如数我们，这几年来咧，我所讲的咧，已经讲5000多点钟啊，5000多点钟的法咧，这地主咧一一来讲出，让各位了解。啊，因为每一件法咧，小小一个法咧，会当帮助真济人离苦得乐。小小一个法呢，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的专机的妙法。啊嘛，在这本书内底咧，好、啊，这老祖咱上课的时啊，咱只好咱的讲师甲各位来讲解。啊，那我今日咧，借了这一年，以简单的方式甲各位介绍风水的一功德甲功能。咱的国家，咱。嘛是对风水嘛是真重视，若是一个事业体咧，风水闹问题时要顺势嘛是真困难。一个家庭风水拿唔到起的时啊，咱一个家庭咧，往往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哩，造成咱真济好遗憾，好无法度去谅解，无法度去原谅的遗憾。所以咱今日咧，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
在咱三甲要开班以前呢，一只那做一个简单，那是一个说明会，哈、啊、嘛是做一个简单的将易经风水咧对咱影响的厉害关系。咱各位乡亲，哈、啊、各位信奉神的心，全省各个所在，哈、啊、咱任何一个所在，若是恁啊有要学易经者，恁会使卡电话咱，哈、啊、功德会总会02-2683-7265，02-2683-7265，大安市咱功德会，咱用来只查发多伊就开班。或者恁若有心要读者，恁嘛会使哩将恁的住址或者电话留予咱功德会。咱的所在因缘具足，要开班的时啊，咱就会甲各位讲解。咱过无偌久咧，咱伫台北淡水，咱嘛要来开班。淡水，啊，淡水，咱要开这易经风水学的妙法，咱这班呐，哈、啊，这嘛是因缘具足啊。所以啊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传足这足这妙法，尤其咧，咱有这妙法破传，今日咧无请来，哈、啊，咱的妙法破传，恁老需要妙法破传者，那么用来大安寺，或者咱国分寺都用来请。好、啊，咱今现在咧传足这妙法。啊，咱呐、啊，若是各位啊，咱未来若好姻缘者，我希望借着风水甲易经的妙法咧，咱来继续咱未来更较好的缘分。上基山仙轮寺啊，啊，伫南投伫国盛福固的所在，九日一的时，咱仙轮寺拢无倒着。啊，咱仙轮寺咧风景非常的水，啊，咱也是一个足水的公园。若是各位啊，恁若有时间路过台中南投要保利的时，欢迎呢，恁入来国盛呢，福固啊，上基山仙轮寺，哈、啊、来遮咧，哈、啊、来互阮啊，大家结结善缘，来拜多少，来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会当平安，咱世界会当和平，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遮结束。